呆玩波比。本周阿飞大凯来到好山好水的宜兰，要带大家一起体验农忙生活。披甘蔗剑打人，好痛！宜兰在地人过年必拜的天公庙里头，有着哪些特殊神奇的设计呢？如果外星人哦，他想要知道地球人的文化的话，给外星人看河图洛书。周六中午12:30，别忘了准时收看《呆玩波比》。